好，我是尤旭多啊。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们内部如何通过 Kyuubi 加上 Apache Gluten 来加速 Spark Circle 的这个任务的执行性能。那本次分享大概分成五个部分啊。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网易内部使用 Apache Spark 的一个使用场景和一些相关的背景，然后再分享一下 Apache Gluten 的这个项目是什么，一些简单的介绍。其次，第三个是再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通过 Kyuubi 来去使用 Gluten 的，还有就是我们在落地和迭代的过程中做哪些工作，最后再来讲一下我们的一些收益。那我们内部对于 Apache Spark 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和一些使用场景，比如说一些 ETL 任务、BI 报表任务和 Lakehouse 这种常规的操作。那么我们在内部其实是有 Spark 分支的，在迭代的过程中，我们也去和社区做了大量的交互和去 push。那么在前两年，我们落地了 Spark 3这么一个大版本。那 Spark 3其实是一个对性能提升非常大的版本，它几个非常大的核心特性，比如 EQE， 比如动态分区裁剪，比如 runtime filter 之类的。它相比 Spark 2大概也有能提升两倍的性能。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在落地 Spark 3之后，我们发现其实 Spark 3对于性能提升大部分是基于对于执行计划的优化，也就是说得到最优的一个执行计划来去加速任务的一个执行性能。而在算子层面，比如一些排序，比如一些聚合，它的性能其实和 Spark 2是相差无几的。而对于执行计划层面的一个提升，它是很容易达到一个瓶颈，比如一些非常简单的 query， 它是无法去命中一些优化规则的。那我们在去关注到 Native Engine 之前，其实也对于 JDK 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升级，在一些内部的集群从 JDK 8升级到了 JDK 17、也带了一些部分收益、大概10%几的样子，但是这个数字离我们的预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们就在寻求一个可以加速算子力度的一个计算引擎，也就是 Spark Native Engine。那 Spark Native Engine 这个概念其实是在 Dave Briggs 的前两年提出的一个风投论文里面初具雏形的去阐述了 Native Engine 的一个实验方法和一些优势。那么在2022年的样子， Dave Briggs 的风投正式商业化了，他宣称对于 Spark 3也有着两倍多的一个性能提升。当然风投不是一个开源产品，那也在2022年 Mate 开源了自己家的 Velox 一个 Circle SDK， 他创建的初期其实是服务于自己家的 Presto 这种 Java based 的这个查询引擎，但是在我们内部测试下来，它会比像基于 Rust 开发的这种 Apache 对风寻性能更好一点。而也在2022年，英特尔和硅智团队也开源了一个基于 Velox和 ClickHouse 这种 native backend 的一个项目 Gluten， 它可以向下暴露并集成 native engine 的这个性能能力，向上可以去整合 Spark 整个生态体系，从而实现一整套完整的 Spark native engine 方案。那么我们再来去讲述一下 Gluten 这个项目。那 Gluten 在2022年开源之后，国内有非常多的公司参与进来，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像 Bigo、美团、阿里云、微软等，并于2024年年初进入了阿帕奇开始孵化。那 Gluten 社区目前已经支持了非常多的 Spark Circle 的这个特性，除了暴露出像 Velox 这种底层的 Circle 能力之外，也提供了一些 Spark 原生的一些能力，比如说向量化的 Shuffle。向量化的一些 table catch， 一些 Gluten UI 等等。那 Gluten 社区官方宣称的性能提升是相比于 Spark 3有 2.6倍的提升，这个数字可能取决于你的一个测试的硬件环境，比如说你的 CPU 支持 AVX2， 甚至更现代化的支持 AVX512 这种 SIM 的指令集，那你可能可以提高更多的一个性能收益。但除了性能之外，最吸引我们的一个地方，其实这个方案是不需要修改任何一行代码，也就是 no code change，
在我们前两年把任务大规模的从 Spark 2迁移到 Spark 3过程中，其实还是需要用户去修改代码，比如一些 Spark 接口层面的改动，比如 Scala 语法层面的一些兼容。那这是用户非常抗拒的，他不想改自己的代码。而基于 Gluten 的这套 Spark Native Engine 方案，可以在不修改用户一行代码的前提下去加速 Spark 的一个性能提升。好，下面再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通过 Kyuubi 来去使用 Gluten 的。那么我们在网易内部有比较多的一些 Spark 集群，有跑在 Hadoop 样上的，也有跑在 Kubernetes 上的，并且对外也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 Spark 入口，比如一些 AdHoc、BI、ETL、Lakehouse 之类等等。所以如果我们要上 Native Engine 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统一的 Spark 提交入口，这样可以减轻我们在上线后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运维迭代的工作量。这里我们采用了 Apache Kyuubi 作为我们统一的 Spark 提交入口，对于一些 SQL 任务我们可以采用 JDBC 这种协议去提交任务，对于一些 Spark 加任务我们支持通过 REST 协议去提交任务。此外我们还采用了 Kyuubi 的一个 Profile 的一个功能来去兼容我们非常丰富的一个 Spark 环境，像我们有 JDK8 的一个 Spark 和 JDK17 的 Spark， 还有我们包括带上 Gluten 和没有带 Gluten 的版本的一个 Spark， 以及 Kubernetes 和一样环境的 Spark。 所以用户通过 Profile 可以非常简单的去指定目标的一个 Spark 运行环境，去让自己的任务跑在对应的一个集群环境中。当然对于一些数据开发的平台可能会更加的有益一点，他们可以去通过 Profile 去做一些个性化的需求，比如说去完成一些任务的失败回退。那有些数据平台他们可能一开始跑任务会比较激进，采取基于 JDK17 加上 Gluten 的这么一套性能比较好的 Spark 方案，然后在一些某些特定场景如果失败了，他们会考虑回退给JDK8 加上不带 Gluten 也就是 Spark 原生的这么一套运行环境，来保证整个数据任务的一个稳定。好，下面再介绍一下我们在落地以及迭代的过程中做了哪些工作。首先我们的内部的 Spark 任务其实包含了非常多的 ETL 或者是一些数仓类的任务，他们每天都需要去调度被调度去写这种 Help 表，包括去写 Pocket 的文件。那么所以向量化去写这种场景对我们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也是我们首先要去实现的一个特性。那么在 Spark 3.4 之前， Gluten 社区其实已经支持了向量化写 Pocket 的表，但是它对于实现层面来说是有一些 hang， 或者说对于代码稳定性以及性能提升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我们在 Spark 3.4 时期重构了 VE Write， 也就是把写文件算子和写文件算子的行为相解耦，这样 Gluten 社区就可以非常简单和轻松的去把写 Gluten 写文件算子替换成向量化写。但在集成的过程中，我们也去尽可能的去兼容 Spark 写文件的这么一种一些行为，比如说支持了 Spark 的 commit 文件协议，比如支持 Spark 的一些 metadata 的一些回退等等。当然这 native 向量化写 Pocket 文件其实是由于 Velox 这个 native engine 暴露出来的一种能力，所以在实现上肯定是和 Spark 会有一些差异性的。那么我们在落地的过程中也去 Velox 社区尽可能的保证和 Spark 的一些行为是一致的，比如说在动态分区写的时候一些默认分区的一些选择，比如说在写 Pocket 表的过程中单个 Pocket 文件里的 row group 不能太小影响查询性能。那向量化写在实现完之后，相比于 Spark 自身的 row base 的这种性能大概有两倍的性能提升。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向量化的 table cache。 那我们任务，我们很多用户的任务 Spark 加任务里面会有 div frame cache 这种操作，那么在 Spark 的这个 table cache 的这个它原生的这个行为里面是基于 row base 的，
它会先从把行转成列，然后再通过列序列化成 byte array 去做一些存储缓存。所以我们在 Gluten 社区支持了向量化 table catch 以及相关的行为，当然在支持的过程中也发现了 Spark 社区的一些自有的问题，比如说在 AQE 环境下去避免列转行的这种不必要的算子开销，还有就是由于我们 Native Engine 这种实现策略它是基于纯 off-hap 的，也就是说它是对外的，和 Spark 原生的一个默认的存储策略是相驳的，所以我们对于 Spark 支持修改了默认的存储策略，可以让用也可以帮助用户在不修改任何一行代码情况下从 on-hap 迁移到 off-hap。向量化 table catch 相比于 Spark 原生的这个 table catch 实现方式大概也有两倍的性能提升。除了对于算子力度的一个向量化支持之外，我们在可观测性上也做了很多特性，比如对于支持在 native engine 上跑的执行计划，我们和 Spark 的 explan 的这个执行计划树做一些集成和兼容，支持展示 native 的一个执行计划。对于不支持在 native engine 上跑的这种 SQL 执行计划，我们支持暴露它为什么不支持的一些 fallback 原因。那我们这里是采用了 Spark 的 event 事件这么一套流程框架去做，那这有几个好处，首先是它可以无缝的和 Spark UI 相集成，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以开发者观察到fallback 算子为什么会被 fallback 到 Spark 自己去跑，而不支持在 native engine 上跑。第二个是我们可以事后通过分析 event 事件来去统计出集群层面的算子为什么没有被支持在 native engine 上跑，以及算子 fallback 的一些占比，这样可以去帮助我们去选择哪些是高优先级的，哪些是低优先级支持的。但是有我们提供这个功能之后，有些用户，我们的内部用户也会问我们有没有方法可以在事前分析，因为基于 event 这一套机制肯定是事后的，也就是说你需要先跑一遍 SQL 任务才知道你这个任务适不适合跑在 native engine 上，但是先跑一遍任务的成本可能是比较大的对于用户来说，所以用户就要求我们提供一些事前分析的方式。那么我们在 Gluten 社区提供了一些事前分析的工具，通过 SDK 的方式暴露了一些接口给用户去集成调用，那么用户可以在不实际执行这个 SQL query 的情况下拿到这整个 SQL 的一个 fallback 统计信息，来帮助他去分析这个 SQL 适不适合跑在 native engine 上。那么我们内部也针对这个统计信息做了一些报表，就是针对算子力度以及函数力度的数量的统计，来帮助我们去定位以及选择我们的未来的一个开发的 roadmap。 就一般来说 fallback 占比越高的，也就是它数量出现次数越多的这个函数或者算子是我们优先级支持最高的，但是这也要取决于它支持的一个收益以及技术实现难度。比如说一些用户还在用非常古老的一些have text 表，那么对于这种算子这种行为去支持向量化，其实收益是并不大的。那么我们就更偏向于去推动用户去实现 Apache 表的这种 have 表存储格式，这样在上 native engine 可能带来的收益比远比直接用 native engine 更高。还有就是关于这是一个线上的项目产品，它的一个测试覆盖率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记得在 Spark 3.1 时期社区引入一个 Gardenfi 的机制，也就是通过可以预编译一些基于 TPCDS 或者是 TPCDH 的这种执行计划，去校验社区每一次代码提交的这个对于执行计划的变化，来快速的感知到哪些代码变动是影响执行计划的，可能有些是对执行计划有提升，有些是对执行计划的执行效率有回退的。那么我们觉得这个 idea 非常好，也把它引入到了 Gluten 的一个社区。
那么我们在 Gluten 社区做的更加激进， Spark 社区是对于 Initial Plan 的校验，也就是关闭 AQE 之后的一个执行计划校验，而我们在 Gluten 社区做的是对于 Final Plan 的校验，也就是开始 AQE 之后固化完所有的执行计划后的一个最终的执行计划。要考虑到我们校验这个 TPCH 的数据规模并不大，大部分脚引默认走的都是广播脚引，所以我们这边还准为每一个 query 准备了两份执行计划文件，一个是开始广播的，一个是关闭广播的，也就是 shuffle base 的，来尽可能的去保证这个测试覆盖率。好，最后再来讲一下我们取得的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收益吧。我们在内部网易内部落地的几个事业部吧，比如说网易云音乐，但是总体的规模还不大，大概几百个任务，但是它的收益以及带来的一个提升已经被我们内部很多用户所认可。从平均来看，迁移到 Native Engine 的这个性能有 1.7 倍的提升，并且有 50% 的 CPU 资源节省。那么有些效果优化比较好的任务有 3.8 倍的性能提升以及 80% 的一个资源节省，那这个收益其实是非常可观的。虽然对比于 TPCDS 之前提到的是 2.6 倍的一个平均性能提升来说，这个数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这个原因是由于我们内部迁移过去的任务还会存在一定的 fallback 算子，那每一个 fallback 算子都会引入额外的列转行以及行转列这种数据兼容性的算子，从而带来一定的性能损失。那么在未来我们消灭掉大部分 fallback 算子之后，相信这个性能提升的数字会越来越逼近我们的 TPCDS 的一个测试的数字。那除了我们在内部去推广去落地 Native Engine之外，我们在我们的数帆商业化产品线大数据基础平台 NDH 也做了 Spark Native Engine 的集成。那我们内部是有Apache Gluten 这么一个内部分支和 Velox 的分支，并且周期性的和开源社区做同步。那么我们在过去的同步过程中就发现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同步之前用户的一些任务是能跑的，但同步之后发现任务出错了，出现了一些功能性的回退，这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会极大的打击用户的这个迁移积极性。那么我们内部的这个集成到 NDH 的分支其实相对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比较稳定的一个版本。另外我们提供的 Native Engine 是信创兼容的，我们一些客户可能会用到信创环境，比如说基于 ARM 架构的 CPU， 比如常见的鲲鹏920，还有一些国产的操作系统，比如典型的麒麟 V10 这种。那我们就尽可能的去保证用户可以实现一个开箱即用的这个效果。好，以上就是我本次的分享，如果感兴趣的可以添加我们的官方数帆企业微信以及 Apache Kyuubi 的公众号。好，谢谢大家。啊，我们 QE 环节是吧？啊，你好，就是我刚才听说你们内部也用 ARM 的一些服务器嘛，我是我们做 ARM 服务器的，就是现在有很多客户对要加速 Spark Circle 的一个应用场景非常关切，他们有很多基于工程和 Velox。就是现在你刚才说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知道我们测下来的话 ，TPDS。TPCDS 的话，基本上它只有100个左右的 query frame 嘛，但基本上平均下来都有大概至少有20%-30%的提升，就是有些算子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提升。但是我刚才听到您分享说，有些客户觉得说，就是说有些情况下是适合 native 的一些算子，有些是用 Spark 自己原生的 native 的 engine 吗？对，这是因为 native engine 本身还在不断迭代过程中，有些算子或者函数。比如说常见的 Have UDF， 比如说一些 ANSI 模式下的一些类型数据类型或者是函数都还没完全支持。哦，它是没有支持，就是然后它 fallback 回去会有一些开销是吧？是。OK， 我第二个问题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也现在发觉它 Velox， 就是 Gluten 的 Velox 嘛，有些人接 K-house 嘛，但现在业界用的比较多，我知道除了百度接 K-house 之外，
不管美团还是阿里，啊，百度应该没有接 ClickHouse， 百度用的应该是 Velox， 也是 Velox 是吧？嗯，对。那我这边信息有点误差，反正用的还是 Velox 用的比较多。但是有个问题是，我不知道就是做个 profiling 的话，我们看 native 后端里面有没有做这种算子类的优profiling 的性能的优化，或者是在 ARM 上跑，你觉得？因为我们跑下来发觉是可能它 memory bound 的事情比较多，就是它 preload， 它基本上我们 profiling 下来。64%或者70%，它都是一些内存方面 bandwidth 的一些操作。那 CPU 算子，比如说你 hash join 啊 ，aggregation 就是一种聚合方面的，可能也是算子提升的一部分。但是我感觉整个占比来说，这种大数据场景的话，它 memory bound 那边就是内存那边压力比较大。你们对内存那边有没有这种？就我们内部其实对于 ARM 环境测试的没有像 x86 的环境多。但是也简单测试过，确实没有 x86 就英特尔芯片来的效果好，但是对于 Spark 自己来说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性能提升的。那这个我们内部也做过一些简单的分析，比如说 ARM 机器现在我们用的都比较老， CPU 可能都只支持像 Neon 这种128位的，像英特尔这种芯片都是 AVX2 这种256位的，可能在这个层面上会有一些性能的差异。那新的 ARM 机器我们还没有测试过，不过如果能支持到256或512位的 SIM 的指令值的话，我觉得还是会减少这个 gap 的。就是对，就是现在的 ARM 可能目前就是 SV1 SV2 也是可变下来大概256位，就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就是它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 ARM。就是说 x86 就是说你们就是没有就是对 native engine 这种应用场景，比如说它 memory 那边 memory bound 那边就是负担比较大，这种优化还没有看过。还没有，我们集群目前来说都是 CPU 是瓶颈。哦，你们集群 CPU。 对，因为所以我刚刚上面说的都是 CPU 资源的比较看重。对，对，就是对于本来 native 的环境和那个本来那个 Java 的环境中 native 是有很多 CPU 的，是就是你们那个 memory 的那种场景还没有看过。对，目前来说还没有，未来可能会有遇到。好的，谢谢。我没有想。好，那边有一个观众。现在谷物能社区对于回退的一个判断是基于执行计划分析的，就是它会在跑之前判断，也就是执行计划层面的判断，你这个比如说你的算子，比如说你的函数能不能在 native engine 上跑，如果不能的话它会去回退给 Spark 去跑，如果能的话就在 native engine 上跑，不会出现说它在 native engine 上跑失败了再去回退这种情况。对，是事前。就我们目前内部集群大概有60%多的算子是支持在 native engine 上跑的，就60%多包含了算子里面的一些函数，比如说一些 UDF， 比如说一些 Spark built in 的 function， 这都算在里面，大概60%多是可以在 native engine 上跑。啊，对，然后就是比方说我们划分过多那个内存到 off heap 之后， on heap 上就很容易发生不完了嘛。
比方说 broadcast 它机制其实还是注重的 spark 那一套，就是对这种场景下你们有一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吗？首先就是 broadcast 的 spark 的初衷肯定是去避免大数据级的 broadcast，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 broadcast 的几十兆，那大一点可能几百兆，你再大可能对于 Spark 自己来说就是很大的负担，就跟 Native 其实关系不是特别大。就是在这种场景下如果你用 Native 的话，只能说就是会出现 OM， 但是你不用 Native 也可能会出现 OM， 就这不是，这可能不是 unhelp 或者 offhelp 的一个问题。就喂啊，就比方说线上有一些任务它可能就是 broadcast 它的那个数据集本身就比较大嘛，我不知道你们网易内部有没有这种情况，感觉这个可能是客观存在的嘛，就有就在做切 native 的过程中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就从原因上来说的话，它 broadcast 的数据很大，首先是用户期望的很大，还是说用户设置比如说设置100兆但实际上 Spark 广播了1G， 那这可能是 Spark 社区需要优化的东西。那如果用户期望的就是 1G 它广播了 1G 的话，那我觉得用户就应该去增加它的内存吧，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配置调整吧。了解了解，好，看看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哦，好，老师你好，我这边的话其实比较想了解的是你们这线上这个Spark 加 Velox 这个推进的量是多少的？我们现在上半年包括去年下半年在做一些试点做灰度，现在大概线上能跑几百个任务的样子。几百个任务？是指的那种几百个任务，是指的是那种 ad hoc 任务，还是那种 ETL 的什么任务？都有。就我们在每个事业部上线的这个场景可能不太一样。就像音乐，我们可能上线的是一些偏向 ETL 的这种数商类的任务，大概几百个。那其他事业部可能是一些 ad hoc 的，可能也有几百个。啊，了解。哎，那我又想问个问题，就是刚刚有同学提到那个回退的这个问题嘛？刚刚你提到是他在跑之前，就是发生一个回退嘛？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有可能在 runtime 的时候发生作业的一个报错，比如说 Velox 可能有些算子支持不是很好，那发生那个 task 的一个失败，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这种情况就是来设置 TPR， 就是这理论上是一个 bug 啊，要么是 Gluten 的 bug， 要么是 Velox 的 bug。 如果是 Gluten bug 的话，它应该提前都做 fallback， 如果是 Velox 的 bug 的话，那它应该去把这个出错给吞掉，或者说它不应该出错那这种情况会触发比如说你这种像比如说 stage 这种重算啊，上游 stage 重算啊，可能吗？是有可能的。比如说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内存使用场景下，它 A task 失败了，那这个 task 要去做重试，那可能在重试的过程中那个 stage 是比较空闲的，只有这一个 task 占据了所有内存，那么它可能就会重试成功。这个在不用 native engine 也是会发生的，就这是 Spark 自己的一套流程一套框架。了解了解。哎，那你们有就是市面上除了这个 Gluten 加 Velox 之外，还有一些公司在搞那个 Blaze 加那个 Data Fusion， 你们有对比过跟他们一些性能上的一些差异吗？对比是有，肯定是有的，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但那个时候Blaze 的社区可能还不是很活跃吧，就可能它 Blaze 也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活跃起来的。那去年对比的时候，我们内部测试一下性能可能会比 Gluten 加 Velox 会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后也没有选择这一套。没有选择这一套是吧？行，那我问题大概是这些。好，那个时间关系，我们的提问环节就到这里。那么最后掌声再送给西多。好，感谢刘西多的分享。好。